我等一下给你50块。我们来唱那个要不要？今天我的最后一首歌，这样最后一首歌，对啊，香格里拉，香格里拉，好。原本我自己也有准备香格里拉，所以我等一下那一首香格里拉，我就先拿来这边唱。OK。好，你不要，好，什么听不到？好。哎，拜托，就黄建一你唱香格里拉，不用唱卡拉带，好好。我觉得好开心哦。对啊。今天超级没有来赚钱的感觉，对不对？真的是来玩的哈，好开心。香格里拉，香格里拉要拿手机啦。哦，是哦。他们我每次上香格里拉，他们都会拿手机出来当星星。哦。好哎。来，你看来有。有了有了，动起来，动起来了哈。他都最后一首歌了。好了，那我先跟大家告别一下哈。好，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，很开心，而且我觉得我很开心。我也是，因为我们很久没见了。对对啊，最近两个人都有变越来越忙。对，而且你赶快新专辑，我好期待哦。好，我每次都听到你在广播放我的歌，我很开心。那你有不要的歌可以给我吗？我有很想要的歌，但是可以给你。家就寄给你，好不好？哎，真的，你都真的，我认真的，不要去跟日本人合作，要跟台湾人。好，没问题。好美哦。Let's go。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那谢谢娃娃今天跟我一起同台哦，很开心。谢谢王志，要唱一起唱啊，看一起唱哈，香格里拉。实现我的梦，以为携手好歌走路就能抬起头，以为骑摩托车旅行就能变英雄，现在的我失去了冲动，才华当然托起金光闪闪的脚座，亲爱的靠边是否也在爱慕虚荣，不希望有人冲破因果跟我向前走，现在的我更懦弱，雨会下雨会停，这是不变的道理，夜空中北极星，迷路的人不恐惧，我唱歌你在听，一切风平又浪静，只发生的感应，抚平脆弱的心灵，我只想牵着你走到很远的目的，小木屋红屋顶，地址是一个秘密，你抱着的感应，抚平脆弱的心灵。
只想牵着你走到很远的梦里，小木屋后屋顶地址是一个秘密，你抱着小猫咪蓝眼睛不再犹豫，香格里拉在哪里，让我们去找寻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娃娃，谢谢黄金。